的 For Sure Rap City RAV 前面念快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全新的程度带来最全新的文化，全新的 flow 去演绎最全新的神话，全新的自角去走全新的路，保持住老程度取经取粗布，提升张弛有度。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说什么？一年年看着成都发展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富，越来越酷。想告诉每家每户每个铺子，大成都成长的故事。好多人说成都好，成都妙，成都人爱睡午觉。说成都话用成都好，说成都堵着城外绕。为啥个成都主气？反正就是安逸，安逸来 roll in。你跟那些外国朋友英语翻译翻译。成都 ，We talked about the city again and again. No matter when you mention my name, we aiming at 'em. People living here, they see the living and dream. Keep telling your friends fast as you